来打卡了一个熊本的，就是 One Piece 的一个雕像。它呢，这个有好几款，然后今天来的这个是。我是路飞，海賊王になる男だ。而且这边的景色都超美的，这边有好多你看，这种落叶，超适合拍照的，但是没有带相机，失策啦。这乔巴实在是太孤单了，没有人跟他照相，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这个广场的中间。音乐太小了，也太好笑了吧。今天医务室来了个新队医，皮队医来推腿的皮医。哦，又来了一个队医，我的天啊，怎么这个有某族治疗导致死胖啊，我这大腿很紧啊，皮医劝告你要放松开啊。你们俩有点疼了啊，治疗哪有不痛啊，对，所有大腿你可以摁下去，再慢慢的推。哦，摁下去，再慢慢的推。对，去把渗透。呀、啊，没事。皮大夫，你出来歇会儿吧。走了。没有，哎，他交。